旁边有看到雏鸟，有，这只应该是公，站这边应该是公鸟，它在找向母鸟，母鸟没有在这里，有母鸟在这里，哎，它在动了。那手电筒过去看地上也没有，我就用相机找还比较亮一点。啊、哦，这边都没有了，是早上五点。你看，抓到了，有一只偷偷跑出来。又鸟离巢了，哦，哇，飞那么远嘞，厉害！一只，那我们再来找昨天，昨天还在这里，这里，飞来这里。现在里面两只雏鸟，就看母鸟飞过去，后来不见了。算了，公鸟嘞，啊，盖应该不要按掉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公鸟带食物给它了。巢穴在拍翅膀，好啊，回来，振翅，哇，那，去咬公鸟。是咬青鸟，带出来，带出来。Thank you.